Hello，大家好，我是凯瑞，那欢迎收看今天的《艾尔之光》。OK，《艾尔之光》下个礼拜要出艾莎第四集了，所以我决定我要把我的 OZ 转过去了。对，虽然有点不舍，但我觉得毕竟还是该转的还是要转，因为你们知道的那个高腰紧身裤，然后再加那个他的那个装扮，然后还有那个眼镜，哇，真的是好色，太色了吧？对，所以我应该会把我的 OZ 转过去，没有错。我觉得我讲这段话应该会骗到很多人啊！你们是没有看到我有第二只 OZ 是不是啦？我觉得挺好笑的，对，就是反正我应该是转小 OZ 过去，然后再慢慢解大师吧。因为差个大师，你就已经差那个什么，差了400块了吧？我觉得好靠北哦。不过没关系啊，就慢慢来吧。对我来说，这种东西慢慢来就可以了啦。对。那总之，这个礼拜的活动呢，真的是非常的有趣。为什么？就是给你这个啦，超好笑的啦。就是这个，两种选一个，看你是要保底，还是你想要拼你的运气。这真的是，就是一个很吃运气的东西啦，我必须这么说。就如果是平常很喜欢拼运气的朋友的话，我觉得可以试试看啊，对啊，可以拼拼看啊，我觉得就是怎么讲，我觉得拼一下没什么不好啊，就是搞不好，因为后面其实还有红泥珠啊，等我一下，不是官方都没付我钱，我背那个干什么？那我看一下好了，对啊，他有红泥珠，还有斗志药水。贤者魔法石，红豆冰，差不多就是这些东西吧。对，那反正我觉得我应该可以摸一下运气啊，对不对？它只有三场而已，所以就来努力打一下。我来看看哦、喔，这种时候应该排哪一个比较好啊？通常排什么比较容易有人打？还是我又要回去找盖亚了？难道又要去找盖亚了吗？看来应该是只能回去找盖亚了。盖亚，我来了。对，盖亚。没有啦，我刚刚心生邪念，想要打普通。心生邪念，想要去摸普通。好，来试试看吧。完了，我又忘记换那个东西了。我又忘记换那个。水晶球了。还换一下哦，哦，幸好他在反击，真的是幸好了。OK， 有换到。你不能这样子啊！真的不能这样！我决定，我等一下要打普通，直接我要当个废人，废人打普通有没有？不过三场就可以拿这样的东西，我觉得也是蛮好的吧，我觉得算不错了吧，有得拿就不错了，我觉得。为什么总是每次都可以完美回避我的攻击范围啊？反击吧，对，反击，我干！直接被那个安古勒阴靠呗。
哦，来了，是传说中神秘的大地之力耶。有啊，这个炸到了，有炸到了。哎、欸，还是被吸到了，可恶！哦，好烦哦。哎、欸，不能这样子啊！这样真的不太对啊！啊，我忘了记忆哦，忘了记忆了，白痴哦，忘了记忆啦！哎、欸，等一下，他怎么剩下18了？等一下，他怎么只剩18条血？等一下，是不是有点太快了？等一下，是有点，我觉得有点快。等一下，嗯。啊嘞嘞，难得！到底是为什么啊？突然变好快哦！哎，那这个幸好他没有冲过来揍我，啊来了。完了，要被他当成智障打了。哈、啊，跳开哈！哎、欸，他被我击倒是怎样？哎、欸？我以为只有技能可以击倒，哎、欸，完了，真是太神奇了，大自然真是太神奇了。哎，我的天哪、啊！要躺了没，盖亚？话说我这几天去剪了刘海，我把我留了大概五六年的，就是那个直接一路留到就是斜左旁分吗？我忘记那个怎么称呼了的那个头发，终于把它给剪掉了。今天我是基本上是整个额头是盖住的。超不习惯，我早上起来想说，嗯，我的头发去哪里了啊？对，我剪掉了。感觉我真的觉得很智障。哎、欸、啊，还是被抓到了。我记得之前好像有被锁招的时候，被别人念过说：“你还有你的超技能，你还有你的大师技能，快放他、啊！”我记得有这样的状况过，我觉得还蛮好笑的啦。不过刚刚是那一场为什么变那么痛，我还是有点没什么头绪。
对啊，你看这一场，你看这场还不是一样哎、欸，打成这副德行哎、欸。到底是为什么呢？好啦，我其实也只是想快点解决那个任务而已，所以下一场打普通好了。因为我其实今天去医院抽血照超音波啦，对，所以现在其实蛮累的。干！你不能这样啊，盖亚！哎，你不能，你真的不能这样子啊！哎，老兄啊，你不能这样子啊！你不能趁我摸肚子的时候，突然砸下来啊！哎，啊，其实他可以的。哦，这场打还是打一场，还是打一场雪山呐、啊？打一场雪山好了。我看看哦，雪山有什么好打的？都没有人呢、欸。我最喜欢偷懒的，真的是最喜欢偷懒。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之前有评论过这张图的背景嘛，它其实如果背景做出来就是什么艾尔之光的什么几周年展览什么有的没的，他把大师的背景做出来，就是他像他这一关的背景把它做出来，放一个场景给人拍照的话，我觉得蛮棒的耶。啊对啊对。我想到了，我决定我还是跟小编讲这个主意，看他明年的艾尔之光周年庆想不想玩这一套呢、欸？感觉可以呢、欸，怎么什么都没有掉？哎、欸，我的天哪！我要拼一下了，嘿、欸，哎、欸，来拼一下，拼一下，嘿、欸，注意啊！我跟你讲。中间值100有没有？我们一定可以抽到100以上的哦。我们有1/3的几率是好东西，100、150、200都是好东西。哎、欸，少于100那就是不好，没有错。可以啦，稳稳100以上啊！你看200有没有开出最高？有没有？我就跟你讲了，拜托我是谁？欧洲人呢、欸，对不对？妈的，我有欧洲血统，我只是被困在这个地方而已。总有一天 ，I will go back to my home. You know, there's my home. 好了，那总之，哎、欸，今天就先玩到这里了。哎、欸，真是太棒了，我的那个红豆冰块满出来了，我的天哪、啊！好了，那就先这样子啦，感谢大家收看。哎、欸，然后我上个礼拜去度假，所以没有跟到那个，没有跟到袭击加倍，不过没关系，哎、欸。我觉得还好，没差。好啦，那总之就先这样子啦，啵啵啵啵啵。